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《中国武警》。丽江是一座世界历史文化古城，每年接待的游客超过了上千万。然而，树大招风，林大鸟杂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三只手的小偷成了丽江的常客。那么，丽江的小偷到底是些什么人？他们又是怎么偷游客东西的呢？不久前，我们的记者跟随反扒民警和特警女兵与丽江的小偷交手，过了几招。这是丽江一家商铺的监视画面。据介绍，这种拎包类型的小偷专门在商铺、酒吧以及客栈顺手牵羊。另外，丽江还有一类扒手，他们集中在大研古城的四方街、七一街和五一街等游客较多的地方，与游客同游同坐，让人很难分辨，取证也比较困难。如果发案一到两起，我们认为可能是惯偷做的，就是我们经常能掌握的那些惯偷。但是发了超过三起，甚至四起、五起、六起，肯定有外来人员涉入，基本上这个属于流窜性的。这部分的扒手对丽江的整体的旅游的形象的破坏是相当大的，因为来一个丽江的游客，他一旦被偷了一个东西，对他心情的影响是巨大的。然后他回去以后，他就会说啊，丽江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玩的，到处都是贼。2011年6月，丽江市公安局成立了一支特殊的反扒队伍，他们中间有公安干警，也有武警8750部队女子特战班的官兵。2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同一个基地训练和生活。我们通过市局、古城分局、玉龙县抽调了一部女民警，依托女兵，咱们呢就实现了军警联动，参加了反扒、两抢一盗、蹲点守候这种联动，堪称咱们在丽江这块军警联动的一个典范。按照这个暗号指示我们自己定的。对，对，我们自己规定的嘛，哈。对对对。然后就给他规定好，大家能懂。就是你这个地方发现目标之后，你必须要跟他们交代清楚，否则的话，他不知道目标是谁，好吧？主要是演练了一个我们同志之间的互相配合，怎样去取证？因为抓小偷这个东西，你如果没有取证不到位的话，很可能你抓住的小偷也会把他给放掉。采访中，我们了解到，反扒队中的干警多半都是反扒专业人才，而女兵方面今年新手比较多。这些新手刚刚结束了半年多的体能强化训练，接下来也就是我们采访的这段时间，他们就要参加包括反扒在内的一些实战行动。至于他们能不能抓到小偷，只能靠实战检验。可以讲他们的整个训练啊，不亚于我们男兵。这么粗的眼目，他们的造诣照样挤。就在他们现在驻地啊玉龙喜山周围的所有山，他们几乎都已经爬遍了。平时搞的摔勤训练，那也是常常是伤痕累累的。抓小偷就当时就一股拼命劲儿，就不知道害怕，一忘了那回事儿了，就一心想着就咱平时练那么多嘛，咱们这会儿能碰上用场了，能试试了。我们一拳或者一脚上去的时候，直接可以给他打了，往后面退几步，这个力量是足够的。还是害怕的，因为毕竟这个抓小偷这个嘛，也不知道他们身上藏有什么样的武器。你们 ABC 三个主线科就可以到位，自己岗位上。现在这是我们实拍抓贼的第一天，据说今天的行动方案叫守株待兔，锁定区域是丽江大研古城的七一街。那么七一街到底有没有贼呢？七一街是大研古城比较热闹的一条观光小巷，它贯通四方街、关门口以及幕府等景点，听说是小偷比较爱去的地方。进去从东大街进入到四方街的时候，
可能大家还没有状态，还没有完全调整到抓小偷的这一个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前面就发生了这样一桩案子。我们无意间拍到的这个人其实是个小偷，几分钟后他和同伙相互配合偷了一对小情侣的手机。我们慢放一遍这个画面，此时失主尚未察觉。两个小偷得手后很快离开洗衣街，拐进右手一条小巷。当时情况突然，记者身边既没有干警也没有女兵，为了不打草惊蛇影响日后的采访，我们只能假装游客提醒失主追过去要回了手机。当时我们把这个视频资料拍回来，这个视频资料进行了分析，就是让所有的反扒民警都看了这个视频资料，从他讲话的那个声音来判断是应该是外地的啊，流窜作案过来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跟着就进来了。你说你不是哪州人？但我们很可惜啊，我们没有抓到他们，当时那个心情太纠结了，晚上做梦都在抓这两个贼。然而一连好几天，这种幸运巧合的事儿再也没有出现。队员们不仅没有发现我们拍到的两个小偷，而且有些干警还因脸熟被小偷认了出来。对，十分接的时候，当时副警官盯着一伙准备要动手的一伙贼，但是另外又来了两伙，就是副警官已经打击过了，这几伙贼都认识的，正好那个被打击过的这个贼就把副警官认出来了，他就拉着他的同伙转身就出去了，然后引起了其他的一伙贼的警觉。盯着我看，我一直在躲了，他还盯着看，我天啊，这年头搞到要躲贼的地步了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指挥部迅速调整了行动方案，与贼脸熟的男干警采取了动静结合的外围监视方法，这样一来，负责贴身跟踪取证的女队员很快有了战果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在酒吧街打工的。啊，就这三个。之前他们到那个茉莉花在那儿有个人烧那儿嘛，这个男的在那儿等着，然后这两个人继续走。因为大家拍了很多这种照片和视频回来之后，我们因为毕竟是我们的队员，对于实际的小偷可能不太能够准确的去辨认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吧。经过分析研判，队员们初步锁定了三个目标。下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个目标，三人团伙。第一天的时候，在小吃街那儿一棵树下面就坐着两男一女，打扮得挺时尚的。当时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时候，大致看了一眼，也没觉得有多奇怪或者多放在心上。但是当我们从关门口那边再走过来的时候，还看到他三个人坐在那儿，其中一个瘦个的那个一个男的，他那个眼神吧，就一直盯着下面街道下面走的行人的包，当时一下我们警觉了，他们三个随时会分开，要么就一男一女在单独一伙，然后另外一个一伙，要么就三个人，就是不时的分开合拢那种。第二个目标是照片上这个看起来很淳朴的人，其实这个目标反侦查能力很强，两天后神秘的消失了。第三个目标就是白衫上带红点的这个年轻人，队员们习惯叫他小红点。第一次我们跟随两个小偷一直到了玉河广场，发现那里有两个小偷的一个窝点，随后我们发现一个他的一个同伙中有一个可疑的分子，身穿白色 T 恤，背后有一明显的红点，所以我们给他取名为小红点。小红点最爱去的地方是七一街、五一街和大石桥附近，虽然他有贼道上的朋友，但偷东西的时候他喜欢单独行动。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选定的这个目标的这个速度很快，他马上选定了以后，他可以马上跟踪，跟了以后他觉得下手机会不成熟，他马上第二次选定以后反跟踪，再一次跟。但凡这样的人，如果偷到第一次你不观察好他，不盯紧他，
他第二个偷盗马上完成，第三个偷盗可能瞬接着三四次偷盗马上完成，然后之后出古城，之后这个古城里边的案子三四起，全部可能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。他敢公然的这样来来回回的频率很高的这样来偷盗的话，他的这个胆量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，以后对这个古城的危害就相当大了。那么队员们怎样跟踪这些锁定目标，他们又能不能人赃俱获的抓住这些小偷呢？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，然后就跟到甚至他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跟丢他。很多情况下你可能看到的是他下手了，手伸过去但是没偷到，那心提起来又放下去，提起来又放下去，每天就是那样重重复复的。有时候看到这些贼啊疯狂的在作案，但是东西就是偷不到，我们心里面挺着急的，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。古城这么喧闹的一个城市，它都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收队，然后沿着那个小石台阶往狮子山上爬到我们停车的地方。那一段路说实话不长，但是每个人感觉都是身心疲惫，走起来没有一点精神，也不愿意说话，太累了。或许队员们的努力让老天开了眼，三天后丽江迎来了一场大雨，这场雨为反扒队员提供了战机。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，实际上就是下雨的这段时间啊，小偷是比较容易得手，就是如鱼得水，一个是容易掩护，二个是这些受害人的注意力都分散掉了。不出所料，雨刚刚变小，一直负责跟踪三人团伙的队员就发现了情况。10点左右，那三个小偷从四方杆到美食杆这一段距离，他来回走多了两三次，都在寻找目标。然后突然间有一对情侣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那个男的用了一部白色的手机打了电话，就顺手就放在他的那个外衣的腰包里面，被那个小偷注意到了。在这下手的过程中，那个小偷特别聪明啊。那个让他的同伙呢帮他挡住。虽然看不到具体细节，但是当三个小偷突然抽身离开现场的时候，队员们马上意识到这个团伙可能下手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就走过去问了一下那两个失主，那两个失主说他的手机突然不见了。因为当时我们果断的向指挥部报告，指挥部就说因为我们马上对他们实施抓捕。所以当时我给我们另外一组女兵小段，我给她打个电话，我跟她说，我说小的可能往大石桥这个方向来了，你在那儿啊，我说你如果看到他，你一定要锁定目标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我们去抓的那个就是稍胖一点那个和那个女的，这两个犯罪嫌疑人。特别是那名女犯罪嫌疑人，我们女兵对她亮明身份之后，请她配合我们工作，可是她就一直在高喊：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们别冤枉人，干嘛干嘛的，就一直在泼辣的闹。”小偷之所以强硬，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找到失主的手机，那么他们把偷到的手机又藏到了哪里呢？没有，身上没有赃物。我们当时在纳闷，是他们把这个手机在跑的过程中丢了呢，还是塞到哪个小缝里面，等到日后再去取呢？当时我们感到一阵很迷茫了嘛，因为你们没找到赃物，我们是处理不掉的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指挥部果断决定一路人马带女小偷到住处搜查，防止他们有暗线转移赃物，另一路则把其他两人带回派出所做更加详细的检查。昨晚上在今天晚上啊，昨晚上在但是他们住的那些房间里面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。搜到好多那个苹果手机的外壳，还有三星手机的外壳也有。宾馆搜查没有收获，小偷又铁齿钢牙，难道手机会不翼而飞吗？我们犯罪嫌疑人带到那个派出所以后，我们在那个审查室里面就详细的对他重新进行了搜查。最后有一个干警偷偷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他们把手机藏哪儿了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藏到裆部。我
哦，当时我想，天哪，这贼也藏得太狡猾了，谁会想到藏到那些地方？而且前后我们从发现他们，就他们从作案到我们把他们逮住，可能也就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这么快的时间，他一边跑还一边能把这个东西这样藏起来，太狡猾了。出战的果实未及品尝，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。自打我们抓了这个团伙之后啊，这个我们重点布控的四方街、七一街、五一街当地的贼就基本上不再敢往里面去。那么他们又在动什么脑筋，打什么企图，玩什么花招呢？讨论方案的时候啊，就发生一些分歧。有的同志就建议把我们的人员分散到古城里面的各个街道，以人为单位各自为战。那么有的同志呢建议扩散到古城以外的这个区域，到整个丽江市区。那最后这个指挥部通过一致讨论，最后还是决定还是将我们的主要兵力放在我们重点的区域，那就是我们的四方街、五一街和七一街这三个区域。因为在古城这个地方发生扒窃案，它的条件必须要具备人流量大啊，然后扒手比较容易下手的是地段。事实验证了大家的判断，三天后似乎人间蒸发的一些贼影再次现身古城，这其中就包括疯狂胆大的小红点。出现的时候我没在现场，但有一组队友他发现了小红点嘛，当时他很兴奋的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也当作是一种演示嘛。他给我打电话，他就说：“喂，你在哪里？我发现你哥了。”我就说我哥，他说的他换了一件衣服化成灰，我也知道他，我就反应过来是小红点了。指挥部立即调派了两个行动小组跟踪小红点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天黑前小红点居然离开了古城。那么他到底是有所警觉，还是另有打算呢？他这两三天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里边他是没有偷到东西的，也就是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他是没有收入的。他既然没有收入，那他要消费，他的这个经济来源怎么办呢？他就很可能晚上这个时间就会铤而走险，还会进来偷。果然当天晚上队员们在五一街再次发现了小红点。小红点有特点，他转身寻找目标的速度特别快，所以我们只能采取前后交替进行跟踪。当时我就想他今晚一定会动手。然而小红点疯狂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坐了下来，走着走着他就在那个四方街一把大伞下面就坐下来了。因为那里人比较拥挤嘛，我想他可能在搜索目标。此时小红点的周围至少有4名队员在远近不同的位置上监视着他，难道这一切他有所察觉吗？差不多有10多分钟嘛，他坐了观察了，然后就突然他就起身了，起身往东大街那边走，走了不到100米的距离吧，他就又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了。显然小红点察觉到了危险，而且这一次他坐了不到几分钟就起身直奔城外。因为他出古城以后，这个人可能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啊，因为他之前已经消失了三天。考虑到小红点多天来在古城扒窃未遂的情况，为防止他逃避打击教育再次卷土重来，指挥部决定对其进行强制审查。所以当时我们的队长他就下令进行抓捕。这个职业以前有我们的战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有已经去世的啊，有已经牺牲的都有。这个小女孩，也就是这个女扒手，她很年轻的，就像我的兵一样。我们当时都很震惊，觉得挺为她惋惜的。只有发动了更多的群众，使更多的群众相信你、信任你，我们的公安工作才能事半功倍。这些小偷他们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完全泯灭了良心，我们给他们聊的时候讲到，你们的父母知道你们在干这一行吗？他们也会流下泪水。
会很悔恨，但我们更希望的还是看到天下无贼这样的一个场面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所学的本领用到更大的地方。节目播出前，女兵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，丽江啊正在出台一项奖励措施，鼓励游客取证拍摄小偷，看来这小偷在丽江的日子不好混了。借着这个好消息，让我们祝福丽江无贼，天下无贼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年轻军嫂能否用爱为自闭症孩子撑起一片蓝天，听哥哥们里面来做比较困难。面对家庭压力，她能否赢得丈夫的支持？既然我爱你，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。有了支持和鼓励，沙静梅的公益之路能否一帆风顺？让星星的孩子有个家。中国武警，下期播出。